今天是2021年5月23号，今天祖国统一台湾了吗？快了。今天是2021年5月23号，今天祖国统一台湾没有？快了。 Today is May 23rd, 2021. Has China unified Taiwan today? Very soon. 大青蛙，大青蛙，你们台独都是大青蛙啊！大家要留意啊，我现在用的用词是台独啊，可是呢，在台湾有一个老外用你们台湾都大青蛙来辱骂一个外卖员吧。然后因为这个送外卖的员工去送这个披萨的时候呢已经迟到了，所以呢一个老外就骂这个外卖员甚至是骂了整个台湾省的人，说你们台湾都大青蛙啊。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了原来老外都知道用井底之蛙去形容台湾省的人啊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也想给大家看一下老外唱这首歌到底有多么的动听。除了这首歌以外，我要再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在台湾有多少台湾人去配合台湾的防疫啊。因为现在那些台独的绿媒体说啊，台湾人很配合防疫，现在台湾的这街头都已经空了，都在居家隔离，可是现在台湾人还是在街上啪啪供啊，啪啪照啊，对吧？啪啪照，除了他们啪啪照以外，他们也不戴口罩的。也话不多说，直接给他们给大家看他们不戴口罩的视频。啊，这罚钱罚3000以上万5以下，你知无？你有没有意见要补充？没有。出门就要戴口罩，不要还要让人家提醒。全部人都在防疫，你不能为了你自己的方便，要罔顾大家安全，好吗？你讲安人对，都会唔对。你们讲公平些，你若要买物件就较紧嘞，若无代志，口罩挂好再出门，好不好？那你还有什么要讲的吗？我没有什么讲。OK， 那就不要再吵了。好，那就不要再吵了。我是没有啥事。好了，不要再讲了，你讲完了就走了。你也要赶快走。我刚刚你劝导过了，你再你要不要带起来？我问你要不要带起来？我回信，我不要带。OK， 我待会要给你开罚，请你稍等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等啊，我怕什么？开要开对，开不对，夹。啊！哒哒哒哒哒哒，开罚要开对，不要开对，夹。这不是秘密空间，我不是在车站里面，也不是在楼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是三级了，啊。请你把口罩戴起来。欸、我在跟你讲国际法，我在跟你讲戴口罩。我讲我现在不是秘密空间、啊欸。你到底要不要戴口罩？你想怎样？你想怎样？口罩戴起。我们两个还有另外一个，哎、欸，对，对。
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啊，谢小美啊，哥哥要戴口罩。我不用给你，不用给你，把它戴起来。我管你有没有资格，给你离开啊！你没有资格害人家生病啊！我上场了。这个权利可以退你钱啊，他去再，他不还我啊。人家是依法行政，你刚才讲这么多干嘛、啊？你怎样啊你？啊，你注意的态度好不好？怎样？你要不要下车嘛？下车。那他去再，我要还我车钱啊。对啊，他说我说你有问题，你可以去跟客运公司反映啊。那来一个给他戴。哎，口罩。他偏不戴啊。不要戴啊。为什么戴口罩不要戴？戴什么的？不好意思，两块钱。刚刚有人拿给他，就是不要啊。也不要啊！诈骗，你搁像人妖摆设，你看见？那是别人的啦，我。